哎呀，我的 wisp 被你深深的抓住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抓住自己的心。该做晚饭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下饭的酸辣白菜，洗干净的大白菜，竹简划上一刀，切刀切出就是小块。一点葱蒜，干辣椒，干辣椒多一点，把这个籽去掉，不要。再切点小葱段。好了，现在上锅炒，倒油，油中下葱花蒜片，干辣椒。炒香以后来勺辣子面，用小火炒出红油，然后把白菜下进来，开大火翻炒。一定要用大火了，小火的话就炒出水了。调料放盐、鸡精、生抽、加醋多来一点。炒到这种软趴趴的时候就好了。锅直接放点白糖、一些小葱段。再给亮亮炒一个韭菜鸡蛋。今天都是你爱吃的下饭菜，要吃。你不是早想吃这个酸辣白菜了？嗯，是吧？好吃。那菜帮吃起来脆脆的啊，还有你要吃的韭菜炒鸡蛋，菜叶子可有味了。嗯。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是因为我也想吃。你做都是我喜欢吃的，真的。我喜欢把鸡蛋炒老一点。我那吃的也是把鸡蛋炒老一点，咱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其实炒老了真的香。每个人的口味不同。哎呀，我的威斯被你深深的抓住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抓住自己的心。你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先要抓住这个男人的胃。那要是想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也给咱哥。你抓住我的心。嗯。休想！我是都怕你弃我而去了。不，我才不是那种抛夫弃子的人了。丹丹。嗯。你发现了吗？就这种简简单单的家常菜，吃的有点舒服。真的，所以呢嘛，所有人常说，外面饭吃够了，最想念的就是家里面的小时候的味道，对吧？就和夫妻两个是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你总能扯那么远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关注点赞哟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